大家歡迎收看大年初一的天氣報告，我是梁麗麗。在這裡首先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。今天我們繼續受到冬季季候風的影響，所以沿岸地區的天氣都是寒冷的。在這裡提提大家，現在寒冷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的，大家要注意保暖。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，我們可以記得到一道廣闊的雲帶今天是覆蓋著整個華南地區的。而在雷達圖像就可以記得到，今天不時都有雨區在我們附近的發展，並且是影響著我們的鍋，為我們帶來幾陣的雨夾。而下午的時候，我們在維港望出去都見到天色比較昏暗。由於今天沒有日照的情況底下，所以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都是介乎在12度到15度之間。而我們就預計冬季季候風是會是持續的影響著我們的，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，就是多雲有幾陣的雨夾，市區的氣溫就會是介乎在13度到16度之間。不過要留意新界早晚仍然是寒冷的，而在風方面就會是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到東北風。今晚和明天早上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，風勢比較大，大家要留意。而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們就預計在年初三的時候仍然是有幾陣的雨的，而去到今個禮拜的後期天色會好轉一些，不過早上天氣就會是寒冷，日夜溫差到時就會比較大，大家要留意。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，多謝大家收看，在這裡再次恭祝大家新年進步，再見。